哦，很简单 ，Google www.style.com 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对我来讲 ，style 是配合不同的场合，然后用打扮，无论是服装啊、一些装饰品啊、搭配啊，去把你整个人的特色特点带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的 style， 应该是这样子啊。My best moment， 人生没有很多 best moment 啊，都是 sad moment， 开玩笑，太多 best moment 了。对我来讲，要选一个的话，应该是讲今年年头吧，因为平时都有看一些海外的节目啊，像是中国节目啊，然后这一次就有机会去到湖南卫视和何炅老师、谢娜姐一起主持华人春晚，而且那个时候在华人新年嘛，所以那个心情是特别开心的，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，Yeah， best moment。我真棒。